好了，这是我上你们团呢，要的你那服装尺寸啊，特意给你做的。这位真下了功夫了，这位。来，于老师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。嗯，天热，应该给您做一个凉快点的。哎，没事，就将就，将就。来，行啊，行。可不是行吗？按照我那尺寸做的吗？是。我别说啊。啊。这一般人穿这个他没有这气氛，您穿这马上看着就像，知道吗？谁穿这看着都像啊！来，上面有一个小帽帽啊，戴上那个，呵，啊，火托，就这个，太好了，行吗？太好了，来，这个咱们简简单单的呀，啊，给你做点小道具啊。这什么？好比就是那幡儿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挑眼啊，别挑眼啊。没关系，咱们就凑合先来这个，咱们就是演戏，你知道吗？是，逢场作戏。大跟班，大跟班，像干这个啊，这一看有师傅有徒弟，你知道吗？这还传上了？有，这好啊，这好弄好了，省得漏风筝啊。行。不是，这我管一人，这啊，这还是气氛铺吧？不是，您咱就算我这看着您看没问题了吧？咱到那就去，到时候家里人围上以后，这到这气氛，当时就哭出来，没有问题。这管我一人干低了，这情绪不好弄，您知道吗？一人没有这气氛啊，就是您，我给你找几帮忙的，还要帮忙的，找几帮忙的，行吗？大伙儿配合你行吗？哎，这就行了，行吗？有气氛了，帮忙的。这算是找来了啊！这算是找来了。我好，怎么样？你瞧瞧，为了你，大伙容易吗？你瞧啊，是，哪国死人都有，你知道吗？各式各样的，这太平天国的，这是你看见吗？嗯，行不行？是，热闹极了，这就是现场，现场跟真的一样。那大伙都是闹忙的啊！哦，连吊孝都有，有吊孝的吗？还吊孝的？有吗？吊孝。这来了，吊孝的。给他掺过来，你说跟真的一样吗？这就是真的。这儿哭。你看看，这玩意儿不好弄，你知道吗？行了，差不多了。我的舅舅死了。哪儿？我爸爸，你兄弟，你们俩哥俩啊？这哭错了，回去再练练。不错，这没问题了吧，于老师？行，那咱们我搀着你，我搀着你来一回。来，大伙儿掌声鼓励一下孝子。走人！姑奶奶去吧，还去不了。怎么回事？老爷子还没死呢，没死。